哎，你们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当然是音乐学院了。咦，走。哎呦。顺着风的方向来到你的身旁，你那爱的结射中我心脏，一起放下了抵抗、哦、就顺着风你说过自由飞翔才能去到远方，可知道我等待了多少时光，陈姐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前面就到了，音乐学院。姐，这边人好多啊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小心一点，不会被发现。啊，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呀，也经常在这里感受大自然带给音乐的魔力。那个时候呀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姐，你不用把逃课说得这么的轻松脱俗。啊，大自然和音乐果然很有魔力，我现在已经感受忘记了人间的烦恼。Hello， 喂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电竞专业的天选四子。站在旁边的那位是我们的学霸陆景，大家练琴练得一定很累了吧？啊，接下来啊，就让他给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个人表演，大家掌声欢迎！周周，你不是说他五音不全吗？好熟悉的旋律啊！35号 D 大调，当时我创作约翰尼的时候，就是以这个当做创作灵感的。哎，拉得很好听耶！哎，陈姐。